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鱼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醍醐灌顶，范仲淹顿悟天机，趁火打劫李元昊，进攻吐蕃，放弃大半部领土，把举国精兵挡在身前。这种行为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懦夫行为，只顾自己的安全吗？哎，这就是姑斯罗的保命的方法啊。那当然了，李元昊来打姑斯罗呢，一看好家伙，他已经缩到这个程度了，还等什么呀？李元昊率军强渡纵歌河，就是黄水啊，今天的黄河支流西川河，主动出击啊！只要击破善州，河黄部吐蕃呢必将土崩瓦解，无论从实力上还是精神上都被党项人控制住了。千秋伟业当前，李元昊证明了自己的确是位配得上胜利的君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没有被优势冲昏头脑。渡河之后，他命令士兵做了一件关于整个战局走向的大事：未虑胜，先虑败。在没有胜利的时候呢，他先考虑自己是不是会失败。他让士兵们呢，在纵歌河的浅水处呢立下了标志，以后不管是胜利了，还是说出了什么意外失败了，在回军的时候呢，都会有安全的退路。哎，怎么样？这才是大统帅的风范，时刻都保持着非常的冷静的状态。可是这次的冷静啊，是多么的让人抓狂啊！怎么回事呢？话说呀，这善州城啊，变成了加强版的猫牛城，集结了河黄部绝大多数精兵的实力，再加上背后王城里边赞普的号召，让这一场关乎吐蕃党项两族命运走势的大战呢，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超级战争。其规模没有宋太祖赵光义围困幽州时那么大，但时间呢却超出了太多太多。前后相加，战争竟然是连续鏖战了200多天。最后李元昊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这个姑斯罗是个扮猪吃老虎的阴险派，他收缩兵力放弃领土的做法竟然是汉人们常用的坚壁清野。200多天的战争，超长的物资供给线，党项人撑不住了，再不退兵，你小心全军都埋在吐蕃境内。那怎么办？李元昊想了想，得退吧，原路返回。李元昊的党项大军回到了纵歌河边，也找到了他们留下的潜水标志。就在这个时候，铺天盖地的吐蕃精兵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了，反正绝对啊不是善州城方面的追兵，数量之多呀，竟然在10万人以上。面对这样的伏兵，党项人只有选择仓皇渡河，越快越好，从那些浅水处赶紧冲过去。于是是千军万马冲进河，成片的尸体浮上来，全都淹死了。怎么了？天杀的吐蕃人呐，竟然悄悄的把他们放在浅水处的标志挪到了深水处。这个时候突出骑兵攻击，等于是逼迫党项人跳水自杀呀。那一天的李元昊是侥幸逃生了，他回头看着满河飘着自己族人的尸体，还有对岸数不尽的军械辎重，是欲哭无泪呀。历史证明他真的是小瞧了这姑斯罗了，这个吐蕃人早在他进抵善州城开始攻击的时候，就把10万大军埋伏在了纵歌河边上，他的退路之上无论前线有多吃紧，从来都没动用过这支力量，这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出其不意，让纵歌河变成党项人的坟场。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对党项人的打击那是致命的呀。残兵败将逃回去，连同李元昊在内都再也不敢对河黄吐蕃正视了。终姑斯罗一生，直到他去世为止，党项人再没敢对河黄用过兵。他们看清楚了，姑斯罗呀就是李元昊的克星，通过战争的检验，在各个方面俩人那都是水火不容啊。怎么讲呢？李元昊善攻，不择手段，急如烈火，进兵的速度，战争的胃口的确是惊人的。可是纵观姑斯罗，他夺回赞普实权以及这次战役的胜利，完全是靠了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啊？
人。无论是李立尊、温不齐还是李元昊，都是主动去挑战他，被他绝地反击一败涂地的。有这样的人物屹立在西江，不仅是李元昊的噩梦，更是中原的汉人、河西走廊里残存的回鹘散布等党项敌方的幸福。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啊，一直保持着河荒吐蕃的稳定富强该多好啊。可该死的是呢，吐蕃人的老毛病没多久就又犯了。百余年前的噩梦重演，吐蕃再一次内部分裂，这一次的分裂级数是致命型的，没人敢于冒犯的赞普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给背叛了。姑斯罗原配夫人所生的长子瞎詹、次子呢这摩詹角分别呢逃离了这个青唐城啊，各自的拥兵自重，盘踞高原，从此不受父亲节制了。那为了安全呢，他们更选择向父亲的仇敌示好，其中次子做得非常到位，经他同意，他的首席谋士啊影城于龙呢把自己的女儿就许配给了李元昊的儿子，变成了血肉至亲了。绵延世仇，报敌叛国呀，想不到一世英雄竟然生出了这样的败类来。姑斯罗也无可奈何，面临分裂，他选择后退，把自己的王城从青唐城后移迁到了丽京城，就是今天青海西宁西边，就此让出了战争的主动权。这就是运气，吐蕃人不战自乱，让李元昊平白得到了发展的机会。那说到这一点啊，咱们就要论述一下英雄和时势的关系了。具体点就在于一个民族的兴起的最大要素是什么，那绝不是说出现了耶律阿保机、赵匡胤、李元昊、完颜阿骨打、铁木真或者朱元璋、努尔哈赤等不世出的人物那样简单的，而是历史中啊看似巧合实则必然的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机遇。你比如说啊，唐末不乱，耶律阿保机不可能趁机做大，让他在李世民时期出生，他不过就是个低眉折腰的蛮族小酋长。如果五代十一国不是乱到了极致，百姓们再也不堪忍受战乱，再加上刘成又砍了郭威、柴荣的全部儿子，那赵匡胤终身的那命也就是个将军命。如果不是百年和平把宋辽两国都养成了温室动物，金兵再强也没办法在13年之内把两个超级大国给灭亡了。铁木真的运气更好，统一了草原之后，四下里一看，金早就不是铁血强国了，连南宋都拿不下来了。而南宋呢，种种原因让他比北宋更加的富足，也更加的糜烂。蒙古铁骑只管纵横驰骋，世间早已没有强敌了。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具体到李元昊的身上，从吐蕃人内乱自残开始，命运之神就对他露出了笑脸，他没有可能不成功。姑斯罗的儿子还有赵祯以及他的臣子们都在推波助澜，把他往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推。具体的做法如下，宋朝人呢，应该知道李元昊的这个和姑斯罗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证据就是他们对姑斯罗的帮助，主要呢就在册封，让姑斯罗的地位在西北边疆处节节攀升。虽然还没有李元昊的王爵地位，但是已经是节度使的级别了。可是除此以外呢，就再没别的动作了。以宋朝仅有三年七月为限，这时候范仲淹呢，刚刚是第三次离京。他引发了第一次朋党之争呢，以惨败收场。在西北边疆上，李元昊已经漠视吐蕃人的存在了，开始扫荡河西走廊当中最后残余的回鹘力量了。他先是攻下了瓜州，就是今天甘肃安西东南，再向西呢进占了沙州，就是今天甘肃敦煌，至此达到了河西走廊最西端。回师途中呢，再把甘肃占领了，就是今天甘肃酒泉啊，这个肃州占领了啊，今天甘肃酒泉。这样他的国土之内啊，就真正达到了大一统，再没有反抗的声音和力量了。他所要做的就是最后一次深呼吸，把军事、经济等战争要素再次整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期不久之后向南攻击那片传说中处于人类富裕之巅的国度宋朝。可是呢，在宋朝国内呢，纷乱庞杂的家务事啊，正扰乱所有人的这个心情，让所有人都是心烦意乱。先是一连串的死亡、报复和罢官。景佑三年的11月4号，赵祯的第二养母宝庆皇太后杨氏驾崩了，他非常伤感，这是他童年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慈母，没说的，一切葬礼从优从厚，尽谥号为庄惠，其身后事的标准呢，只比刘太后稍差。12月，枢密院长官李咨也死了，枢密副使王德用升职，当年征战党项和李继迁生死相搏的少年英雄终于是出人头地，这是件好事。转过明年景佑四年二月，赵祯的复仇时刻到了。
十多年以前，他所喜欢的那位王姓女孩的父亲，大土豪刘太后的姻亲王蒙正，终于被他抓住了把柄啊，被除名边管，一路发配到广南，直到老死不准回京。到了四月份，真正闹心的事儿呢出来了。教会范仲淹重新做人的副宰相王增啊，终于是忍无可忍，和首相吕夷简发生了火并了。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吕夷简呢，这回可真成精了。被范仲淹疯狂攻击却毫发无伤之后，他像是挺过一次杀虫剂没死的虫子似的，开始变得无所顾忌，收受贿赂，结党营私，再不管可能就要以大不掉了。王增实在是没辙，以国家的名义，得了，咱俩同归于尽得了。中书省里吵群架，宰相集体罢免，哎，这个招啊真的是挺老了啊，之前咱们曾经都说过好几回了，是不是？但问题是王增啊可做的风度翩翩。怎么做的呢？说有一天呢，王增来到皇帝面前啊，报告皇上，我得跟你说个事儿，是吧？首相吕夷简收受贿赂，结党营私。收受贿赂，结党营私，赵祯一听就火了，这贿赂小意思，是不是？这不要紧啊，可是呢居然敢结党营私，这事儿我烦什么你们可来什么啊，来来来，把吕夷简给我叫来，当面对质，来给我解释，当堂解释。吕夷简来了就懵了，这事情明摆着，你不解释你就是认罪啊，皇上我没什么话说，哦，你认了是吧，下狱是吧，你要敢解释你跟我争是吧，下狱，一旦开口罢免势在必行。可是又怎么能沉默呢？急中生智啊，吕夷简说了一句话啊，想了想，王大人这么着，谁主张谁举证，哎，王大人你拿出证据来，我受了谁的贿赂，我与谁结的党。说实话啊，这话已经是非常的克制和冷静了，但是王增表现得更绝。只见王增王大人一言不发，哎，我跟你没话说，我没什么证据，何必，嗨，要什么证据，我今天就是来泼你脏水，我就是要和你在这听证的。没有范仲淹百官图式的具体指证，只有欧洲古代骑士一样的挑战风度，今天咱们俩必须拼出个你死我活来，哎，我把白手套啪甩在你脸上，你不疼更不会担心我会出口不逊，只要你清楚明白的感觉到我对你的蔑视和挑战。争执就是这样产生的，所有人都看出了王增绝不与吕夷简共立朝堂的决心。那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主角们还都保持着当朝重臣的风度，可是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说话了。中书省正式堂里的另外两位大佬，参着正式宋寿和蔡奇，突然之间怒火中烧，相互开炮。他们一个捧王增，认为这是李沆之后另一位圣相，这是人间的正气象征，必须保护和支持。何况吕夷简独霸朝纲，都快成言堂了，还要什么证据啊？这不明摆着呢吗？这是蔡奇。可是宋寿认为呢，吕夷简是被冤枉的，就事论事嘛，没有证据你怎么敢乱讲话呢？争吵终于开始了，王增的目的达到了，宋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四月间的宰相罢免行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首相次相参着政事，所有与争吵有关的人员全体贬职，正式堂里一下子是空空荡荡，吕夷简出判徐州，王增出判运州，都被赶出京城，宋寿降为礼部侍郎，蔡奇降为吏部侍郎，成为一般的京官。乍一看呢，中书省卷堂大散，在宋朝历史上呢也真是头一遭，非常爽。但是激情过后，你就会发现小皇帝给自己挖了一坑，他养母留给他的成套的领导班子到这时候为止啊，都被他赶走了，以后要靠谁干活，这事儿还真成了问题了。自力更生，物极必反，这八个字互不搭个啊，这都互不搭界，但是呢却是这时候赵祯的心理和选拔宰相的标准写照。他决心按照自己的心灵走向来挑人，朝廷的办公气氛呢必须像开封雪后的开宝寺十三级木塔之巅一样安宁又清灵，这就要在选人方面慎之又慎了。新宰相必须沉稳善良睿智，并且经验丰富，归纳出来一句话吧，就是资深啊，你必须得资深，是吧？资深到无与伦比的程度。半个月之后新官上任了啊，就连枢密院呢也一体更新了哈。待会儿看一下这个名单啊，跟我一起看一下名单，你就知道这些人有多资深了。首先是一个改革，就是首相次相这区别没有了，两位宰相王绥陈尧佐并列，不分大小。
参知政事有三位，韩义、程林、石中立啊，哎，英明吧，再分派掐架只能是2-1，绝对不会平手啊。枢密使呢是盛度，你看年龄啊，这都是一些老人，王绥65岁，陈尧佐75，韩义66，石中立66，程林50啊，盛度很吉祥，刚过70大寿。宋朝载着年龄相加，这一届啊都快400岁了。真是个空前绝后的记录啊。啊，更觉得这些人的特色和做派。一个个看啊。咱们先说说王绥。王绥字子正，河南人。他的履历呢非常平淡，但是极有特色啊。可以作为典型来证明一个进士出身的官员在宋朝4平8稳的往上升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宋史中他的列传里记载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被派到京西路担任转运副使。临行前呢对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啊致谢。说感谢陛下，我父母都在洛中老家啊，去这个西京的这一个可以说路上呢啊，这京西啊，去京西路当值呢，正好随时侍奉着您，真是太仁德了，我感谢您，这是孝顺，在当时这绝对不是私人的小事啊。就在这时候，宋朝那位仁宗年间最快人口的开封府尹，华人历史最刚正不阿的清官，还在家里尽着孝呢，人家考上了进士，却10年不出，只为尽孝，成为举国瞩目的道德典范。没当官这份孝顺就足以让官员们胆寒，这是谁呀？包拯包青天。回头咱们来说王绥啊，另一件事呢就是他在仁宗做太子的时候曾经与大太监周怀正有些关联，密切的程度啊可真的是非同小可。周怀正被杀之后呢，他主动交代说曾经借给周怀正白银50两啊，你说这多大数目啊，又是多么结实的交情啊，他竟然主动交代了。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呢是很谨小慎微的，选他做宰相打死都不会有当朝吵架或者教训皇帝的事发生，又乖又诚实，你不用他用谁啊。但是能力也非常重要啊，这就是选陈尧佐的原因。陈尧佐首先是资深到恐怖的程度，你别说是王曾吕夷简了，就算是老宰相李迪寇准拒载，在他面前都得自称晚辈。他是宋太宗端拱2年，就是公元989年中的进士，早于王曾6榜，李迪7榜，这是名正言顺的大学长。并且要严重强调一下，不仅是他自己，他全家都资深的可怕。古龙笔下小李飞刀是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显赫的一塌糊涂，但和陈尧佐家比小儿科。陈尧佐家是什么？兄弟三进士，名下2状元，他哥哥陈尧叟，弟弟陈尧咨都是状元。他家老爷子陈醒华待客的时候呢，三个儿子站在身后伺候着，弄得都没人敢登门了。但是无论如何呢，都是科考时的辉煌，与政治能力有什么关系呢？人们能记住的就是陈尧叟在澶渊之役的时候劝皇帝逃跑，结果被寇准摁倒一顿胖揍。至于说小陈状元嘛，此时不提谁知道他是哪路神仙呢？这不，陈二先生也得在古稀之年以后才能站在宰相的行列之中，能力怎样，至少竞争力怎样，就已经一目了然了。平心而论，这里边啊，韩义呢，要强一点啊。他的强项在于办案。宋史里他的列传一共是1304个字，前477个字就是他办案纪实。第一个是他出任扬州的时候，把一个积压多年的夺产事件了了。那是一个死了哥哥的混账兄弟，把这个寡妇嫂子呢赶出门去了。再说侄子是外姓的种，以此来夺产，并且贿赂地方官，让他嫂子在10余年里有冤无处诉去。韩义调出原始资料，找到漏洞，当年的接生婆没有办案啊，这个以此为由呢，替寡妇把产业给夺回来了。第二个就是扳倒王钦若啊，之前咱们就不多说了哈。除此之外呢，政绩平平，哎，但是胜在了能和皇帝交心。不久前范仲淹上百官图，把吕夷简派系一个个揪出来亮相，同时推荐韩义升职，理由是积功而上，不服奸党，却没想到啊，韩义领不领情。我不是吕党，但我也不是范党，你是不是啊？啊，你推我干什么呀？韩义立即进宫啊，对皇帝表白。范仲淹跟我不熟啊，他说什么我一概不知。赵祯很欣慰，啊，这个臣子很成熟，就是他了，66，年龄不是问题，你就是参知政事。剩下的两个程林、石中立啊，这俩人一个大名鼎鼎，一个绝妙佳人。说程林这个名字在《狸猫换太子》的戏里边是开篇的主角，那位把刚生下的太子救出宫去的忠义太监陈林的原型就是他。可在现实中啊，他是刘太后的亲信，当年的宰制以下第一人，三司使，也不是太监啊，并且在任的时候做过一件耸动天下的事儿，就是他把呀武后临朝图呢进献给刘娥了，劝他改天换地，
废掉宋朝的设计。但是转眼间呢，就对刘娥的家属大打出手。王蒙正的儿子打死一个家丁，家丁的老婆报了官了，案子一点也不复杂。哎呀，可是说法太重大了。当时程琳呢被降职到开封府，皇太后亲自对他说的，这是家丁之间的群殴，跟主人没关系。程琳摇头，不，奴仆无自专之理，就算是家丁干的，主人一样有罪。王蒙正的儿子被依法处理了。这事儿就不大好定性了，到底是个反复小人还是个铁面忠臣呢？但是有个事实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刘娥生前，他并不是说在人死了以后才耍两面派上去踩两脚的，所以推算起来赵祯是不是看中了他的胆量，这个不得而知，但是都扔一边吧。啊，为什么扔一边呢？最精彩的人到了，实在是忍不住呢，我们想要快点说他，谁呢？就是这位石中立。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这儿要收一下这个石中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说他这么精彩，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宇交流吗？你想跟大宇辩论吗？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宇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宇是宇宙的宇。